《太阳石上流战争》越演越狗血，观众也越看越疯。主角们的名品二角演技让大家看到气得牙痒痒，尤其是女主角之一的金素妍。但即使扮演坏女人角色，还是无法讨厌她。尤其私下的金素妍个性可是超可爱。先前上综艺节目时，各种天然呆的反应反差萌到整个超圈粉。她老公李相瑜的互动也是甜到不行，实在很难跟剧中的千老师联想在一起。果然是超强演技的威力啊！不过日前剧中某一幕却让网友惊觉，原来姐姐也有演技要加强的部分。就是这个吐口水的场面，让许多粉丝纷纷大笑说，一看就知道平常没有吐过口水，看到这幕瞬间笑出声，直呼金素妍姐姐太单纯啦。